天呢，所有的来宾都非常的客气，他说主角是我的孩子们，所以要节省时间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要特别邀请我们丽人国中的郭校长来为我们简单致辞。啊，校长很会唱歌，但是他说今天绝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啊，有机会大家到立中去，既会弹又会唱。哈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好，谢谢校长给我机会。啊，李校长、张会长以及与会的贵宾、各位家长、各位毕业生，大家早。好。早啊，这边恭喜我们丽人国小的154位的毕业生，祝福你们，那么希望你们能够将来有一个更好更棒的一个国中的学习的阶段。这边校长也勉励大家，那么到国中之后呢，有更多的课业要做，更多的师长跟父母对你的期望，所以上国中呢要更多的时间放在课业上，我们最重要的还要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，要把身体照顾好。我们课业上呢也要分配好，因为你们都是父母以及阿公阿嬷心中的宝贝，你一定要把自己呢照顾好，孝顺父母，对师长的教导呢更应该花时间去应酬。好，祝福大家有个美满的一个家庭以及学业，也祝福我们来宾呢幸福美满，幸福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往西头的路上，那美丽的森林小学是我们的姐妹校哦。啊，那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十几年了。那大家如果有机会进到内湖国小，一进校门左边就可以看到丽人与内湖的情谊。哈，在那里有记录的，真的非常的温馨。我们的6年级孩子也都有去参访过。好，谢谢陈校长的莅临。